800块的翡翠岩石切开是什么呢？你想知道吗？现在咱们就把它切了。来，咱们先仔细看一下，这是一块木蜡敞口的蜡皮翡翠岩石，打灯的话是这个黄层，雾层非常的漂亮啊。雾层漂亮的也许会切孔，雾层不好的也有可能会切着。翡翠岩石都是具有一定的风险性，这块木蜡的而且弹性还非常大啊，祝我们好运。咱们不讲故事不吹牛，直接开切。这块800块钱的石头已经切好了，来，咱们看一下，这是切开的第一刀，开。自然光下，咱们明显看到这个脏都进去了，而且这个木蜡这块也没有薄到内化，也没有化开。咱们又切了第二刀，看有没有奇迹发生。开，这个裂都进去了，很多裂，而且脏非常的多。虽然说局部有一些紫罗兰，但是没有种啊，没有种，很可惜啊。这个一块牌子咱们都没有活到，所以说大家不要想着一刀能赚多少啊，量力而行。OK， 石头有风险，请大家理性参与。我是大鱼，喜欢翡翠，关注我。